信心，哎，有信心吗？小赖每次对 GoPro 说，我们只让蓝队拿到5分，哎，每次都差了一点点呢。你不要说大话，我现在是敢说大话。哎，这个职业蓝队已经赢两次了呢。2连胜，因为我们都比较看好红队。我们才真的吓到哎！今天这一场，我觉得我们两队要合体。对，我们要打外面的，因为今天外面的太强了。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运动健将，然后每个都是全明星出来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只要把第一名守住，不管是他们还是我们都可以。孙孙要请教他说他是请我。太强了！讲清楚了，孙孙。我们就一杯一起喝吗？我们也就4个人，但是依照我们以往的躲避球，最强的就是他们3个。对，你们今天有没有怕今天的来的队伍？你们不说那玛莎拉蒂很强吗？玛莎拉蒂，玛莎，歌舞小台版本中华。那我可能比较怕歌舞小台哦。他怕小台。对。那毛俊呢？毛俊有怕的吗？因为我刚刚看一下名单，有两个是我的队友，就是果果跟中华哥，对对对，然后他们都跟我同队啊。其实你要告诉你怕谁？对对啊，我怕选举哦，我怕那个讲那么久啊，我怕怕马小，怕马小。马小，我也怕。觉得我们今天有一队打赢他们，我们就会大开心。对，但他们的配置真的是蛮厉害。我知道了，我们要保持这个传统，那个踢馆队永远都是垫底的。对嘛？你不要再说大话了，拜托。你一讲，我连我们都不讲事实，不讲大话。我真的很怕我们对那个赛前先呛呛，每次呛完我都很低。对啊，我现在都不敢讲话。不要守住第一，好，那今天要第二。你不要说大话，我现在是敢说大话，说大话会。我直接在节目上跑，不然怎么样？而且小赖每次对 GoPro 说，我们只让蓝队拿到5分，或3分。哎，不是因为你知道每次。比完 A 或踢馆，然后 B 或踢馆，然后每次我们可能都赢嘛。然后说 Yes， 蓝队死定了。然后没录完了，哎，每次都差了一点点呢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们哎，中华哥，我直接问你，你觉得徐茂俊强吗？徐茂俊开了机之后，他很弱。练习王，他练习超强，正式来。彩排王啊，对，他是彩排王。你是不是常常放空？我跟你是同一队的，你忘记了？没有，你怎么上来直接嘴我一番？其实你们每个都很强，洪轩又很强。谁？洪轩啊。还有谁？还有。洪轩。没有。他也很厉害，但他要热完身了，他必须要一个很长的时间，那个时间可能录影已经结束了。我跟你讲，他怕他心跳多重嘛？我们刚上一场还没开始，他就假装闪到腰。你学坏了，现在好了，现在你学坏了。不是他，你们真的很坏哇！昨天唱歌的时候是这样。没有这件事情，没有这件事情，不是。我刚刚他们问我说最怕谁，我本来要讲壮壮，我怕死了，因为我会乱说。乱说。但是之前孙生躲避球很厉害哦，黄队。对，真的。他球有够大力的，带着土性的台湾本土味，他球很大力哦。他们说你很厉害。其实我今天有路过，我大概知道打哪里就可以，你们接不到球。等下我会跟你们说。这个是先不讲。这个本身就哪里？要打一个地方啊。别跟我讲哎，哪里？那个地方比较隐秘。哪里啊？我们都接不到，你跟我讲哪里？就这样。会推派你们每一队最强的躲避球球员出来。为什么推派他们？为什么？毕竟我们今天黄队最壮的就是我了吧？我们今天黄队主打就是要攻破一个心理战术。怎么说？攻他们的心理战。对，心理战是来比摔跤的。对啊，超级凶狠。我看到他们，老实说有点怕。但是我必须说，其实我们徐毛俊刚刚是有战胜李多慧哦。李多慧刚开始一直在攻破他的心，叫我攻不破，所以我们又拿到第一。没想到我的心这么被对。啊！好了，算了，不要了。对，但我们我
们小芝是有优势的。OK， 那医生呢？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？有信心吗？